众载具。有。在第一题里有哪些困难？为什么？觉得商家都会忘记刷我的载具。你有什么期待？有什么解决方法？解决方法只好多次的不厌其烦的提醒商家，那希望那个中奖几率能够再高一点。没有在使用载具。没有，以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它不需要。那老师，你觉得使用载具有什么你觉得有困难或困难？没有困难嘞。看你有什么期待。我认为呢，我也可以尝试使用。如果它的便利性还有它的那个实用性呢够高的话。好了，谢谢。